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瑞说瑞话，我是周瑞。中央网信办对饭圈乱象的重拳出击今早刷爆网络，实呛措施可谓是招招打在七寸上。先说第一集，取消明星艺人榜单。正所谓提纲挈领，榜单构成了当前饭圈最基础的逻辑和玩法。谁红呢，已经不取决于明星的作品人品，也和普通民众的观感和评价无关，而是直接由排名来决定。但排名的高低往往又和粉丝花钱的数量直接绑定，所以这种玩法的本质是对粉丝的 PUA。 你们花钱，哥哥才有今天，你们不花钱，哥哥就没有未来。虽然一些粉丝借此获得了虚幻的参与感，觉得我不是在追星，我是在造星，但实际上三把割韭菜的钢刀早已高悬在他们头顶。第一把刀是榜单的制作方，做榜单不赚钱，你当我做慈善？第二把刀是明星的经纪公司，愿意花钱的粉丝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明星商业价值的大小。第三把刀呢，则是粉丝内部组织，后援会、粉丝群组，哪个不是盆满钵满？所以网信办紧接着的三条措施就是修理这三把刀。榜单以后必须调整规则，不能付费签到花钱打榜。经纪公司必须规范运营，不能玩弄粉丝于股掌之中。粉丝内部呢，未经授权不得注册粉丝团账号。除了上面这三个割韭菜的，此次针对饭圈乱象的重拳还砸向了扭曲的文化，同样也是三个关键词。第一个关键词是狂热，要割韭菜必须有狂热的粉丝群体，于是对内用打头、应援、控评等手段来增加粉丝粘性，对外呢用互撕、对骂、拉踩等方法增加粉丝认同。所以网信办在第五条和第六条中明确要求严禁呈现互撕信息，以及以后要清理违规群组板块。第二个关键词是消费，要割韭菜粉丝群体必须愿意花钱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粉丝的钱跑去哪儿了？两个地方，第一个是被诱导购买明星代言的商品，第二个是被鼓动直接给明星集资办事。所以这两个通路以后也是此路不通。第七条和第十条明确规定，一个是不得诱导粉丝消费，以后什么粉丝个人购买量、贡献值都不准玩。另一个是规范应援集资行为，到境外也不行。第三个关键词是动员，要割粉丝韭菜还必须把粉丝动员起来。最容易动员粉丝的自然是综艺节目，大家也天天能听到一人一票送你出道。那么最容易被动员的就是未成年人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第八条和第九条就明确规定，以后综艺节目不得花钱买投票，以及严禁未成年人参与打赏。到这里大家其实能看明白，网信办今天的实权招招都打向了饭圈乱象的七寸，显示了国家保护粉丝利益、清朗饭圈生态的决心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也要呼吁各位粉丝一定要理智追星，不要让自己因为有爱而被当成了韭菜。